来，各位看一下啊，我现在让它水，它水槽里已经会喷出来，好，就在那边哦。好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它水是不是很强的？对，就已经那个，然后拆开之后怎么办？浸一下水，啊，浸一下，把它的纸屑袋哈里面有还有一点脏的哈，它已经卡在那里的，然后呢？ 拿着水龙头打抓住啊，那怎么办？先逆，对，塞进去，好，塞进去，先逆，对不对？对，再顺。我看它咬合比较准的啦哈。它比我们马嘎，哎，自由。就这么简单。好，这样子哈，只要一次马上转到底，慢慢调整回来，好，调到正 ，OK。好，这就好了。